新嘅免費電視台 Feel TV 將會喺今個月31號以固網傳播方式廣播，去到下個月嘅6號會透過大氣電波全面高清廣播。賴永林報導。主管丁永刚先生 ，Feel TV 免费电视99台将会在今个月31号先以固网传播的方式广播，观众透过 Now TV 的机顶盒就可以收睇到。全新免费电视频道 Feel TV 将会24小时高清广播，播出超过4000个钟嘅全新节目，包括自家制作嘅娱乐节目，亦都会播放日本及韩国等外购剧集，提供繁体字幕、粤语配音同埋原音选择。顾及到不同层面观众的口味需要， Feel TV 亦都会现场直播世界性的体育盛事，不好像西班牙甲组足球联赛。除了每日有4节详尽新闻报道之外，亦都会带来全新时事探讨节目和财经节目。你9点得闲，10点得闲，咁我嚟睇一睇。我哋觉得是有一个选择，呢个亦都系即系我觉得一个免费电视台，尤其是新嘅免费电视台，其实最重要嘅嘢咯。咁等大家去转下，拣下啦。下个月2号起，无 Now TV 机顶盒嘅观众，亦都可以喺数码电视上面重新搜台，透过大气电波接收99台嘅信号。去到下个月6号就可以全面欣赏 Feel TV 嘅高清广播节目。Now TV 记者赖永林报道。